万能的海椰焦糖酱，香甜丝滑，是各种甜品不可多得的调味剂。淡奶油里加入海盐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加热至60度左右。奶锅里加入白糖、清水，小火慢慢熬煮，中间不要搅拌，以免白糖反沙。一直熬煮至变成这样的焦糖色，分两次加入淡奶油，快速搅拌均匀。熬煮至这样的咖啡色，关火，趁热加入黄油，搅拌至黄油融化。稍微放凉之后，倒入干净的瓶子里保存，密封冰箱冷藏保存，大约可以保存2周的时间。海椰焦糖酱就完成了，用来磨面包、做各种甜品、饮品是非常好的调味剂。